今天呢是来拍摄我们这次新专辑的这个定妆照，然后也是一个视觉效果吧。比如说这次就采用的就是紫色为主的一个主题，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紫色是比较浪漫的颜色，然后先是浅浅的慢慢变浓郁，然后后来会有很多很多种改变。就可以我看看一下我的造型，然后包括这些花呀也是代表就是爱情，也是一种很浪漫的感觉，所以整个氛围都是很慵懒，就是代表这人很浪漫、很深沉的样子。看，我现在来到了我的第二套衣服，我的第二套衣服就是纯白的一身白，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细节，就是我的这个泛着是紫色的亮片。虽然我穿着一身白，但是我走在这个带着紫色调的这个花丛中，这种氛围感就是很不错的。希望大家能结合听感、观感一起。嘿，是我今天的最后一套衣服，然后现在已经全身上下布满了金粉和深深的紫色。其实这次专辑三首歌灵感也是说来自于就生活上的各种小细节，在深夜的时候就看见车窗外人来人往的那种感觉，就想着哎，世间有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很多很多美好，比如说我们的爱就算是一种就是这么抽象的东西，对吧？所以就要看视觉和听觉来给它具象化，希望大家能体会到这种很陶醉、很沉醉的感觉。I got 画面属于我和你的 purple。